孙红雷升级当爸，微博报喜，母女平安，心存感激。孙红雷在微博惊喜宣布自己当爸爸了，今天我的宝贝女儿出生了，母女平安，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，感谢所有的人，爱你们，心存感激。孙红雷和老婆王俊迪是2014年结婚，此前有媒体拍到过王俊迪肚皮隆起逛街的照片，疑似怀孕。红雷哥虽然没有直接承认，但是表态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和大家分享。在今年8月，孙红雷曾发微博称要三个人共度情人节，暗示孩子将会在情人节之前出生。今天早上，孙红雷微博惊喜宣布当爸爸，并且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，真的是说话算话。网友们看到孙红雷升级当爸爸了，纷纷送上祝福，祝福红雷哥恭喜阎王，太高兴了。还有粉丝操心女儿的长相，调侃到女儿的眼睛一定要像妈妈呀。